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 Man， 今天继续我们的行尸走肉死城啊。然后呢，今天老头呢刚睡醒，哦，好冷啊，最近这个天气，各位记得注意多多保暖，不要感冒了 ，OK？ 啊，那个这个天气转变非常的大，那也祝各位寒假愉快啊，也要迎接新的一年啊，过年准备开始的，祝各位红包里满满，然后全部都给老头，听到了没有？没有错，就是这样子。好吧，那我们一样，不要不多说，东西该买的买一买。好了 ，OK， 买完了之后呢？啊，我们现在有钱了，子弹数量分开平均升级好了。哦，这把我好像还没用过，对不对？总共有28发。好，哦，要打这个啊、哦？好，没关系，就打一打。我有看观众的留言，观众的留言说。左键按住可以一直不断的挥舞，是不是？是没错啦，但是有比较好吗？没关系，试试看好了。希望我这次可以杀多一点，好不好？哦，还真的有这回事哎、欸。那这样子可以防止被敲哎、欸，好像不太行，感觉被围死。Oh my god！ 没呼啊！没呼啊！要死啦！哇，还是要不行。这个是有点难啊，我觉得没有这么容易啊。没关系，直接从82关开始。82关，我们今天可能可以打到100关吧。听朋友讲啊，不是听朋友，听观众们说啊，100关的 BOSS 非常的难打。没关系，我们来试试看。来来来，哎、欸，我们现在直接到这个地方来嘞、欸。就是狙击场所，之前那个狙击场所。哦，你看嘛，像是这种就很好用啊。对啊，像这种就好用太多了。那散弹枪我觉得不太好用，散弹枪不好用的点就在于太散了，不好集中射击。干什么东西？打嘞！好，结束。好，灭蝇枪，好爽啊！来来来，继续升。83天。我们记得上一集我们拿到的就是会有那个对我们开枪的僵尸，前面多了一个跑很快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哇，橄榄球！他们攻击居然是用扑倒的方式，好好笑哦！多了一个邪恶后的橄榄球僵尸，橄榄球队员僵尸啊！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啦。OK， 我们等一下剩下接下来全部升伤害啊，全部都升伤害！哇，都来啦！Oh my god， 伤害不够，你干嘛啦？别闹了，大哥！哇，蜘蛛也来了。好，行。那开始升伤害了啊！有升伤害，打这个橄榄球的球员，应该会比较好打一点吧。我想应该会比较好打一点。来来来，蜘蛛都跑过来了，不要，不要，来来来，远远的就先发制人一下哈。咱们远远先发制人，有 ，OK， 结束了，这一关也是非常的顺利就结束了，没问题的，伤害越来越高了。哦，这一关用狙击，该不会是要用狙击啊？用狙击打 BOSS 吧，应该是，看下刚刚那个画面。我们等 BOSS 出来啊，
哎、欸，不对，直接就一个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OK 了。哎、欸，谁说你可以咬的？哇，好危险，好危险！哇，宝宝被咬了，应该要挂了吧？咬一下应该就往生了吧，宝宝。宝宝不要，宝宝不要啊！不准你们靠近他。Model kill， 哦，用滚轮啊，不是暗中剑啊。一枪，一枪即死。不假，赞哦！结束了。OK， 现在我们现在是在28000，最后哈两最后的钱，把它全部升到我们的攻击力上面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来，看有没有办法今天到100关呢？试试看啊！现在是87天嘛，对不对？又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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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该死的东西，这么会冲！怎么不回家冲你冲你家里的门呢？啊，跑来冲我干嘛、啊？对不对？冲错对象了吧？怎么不去往你的女朋友身上冲呢？怎么该撞的东西不撞撞我，去撞你的女朋友比较快吧？对不对？啊，点八点八点八！啊，神乎其技，有没有看到高超的子弹射程？好不好？拜托，这个是训练有素的素养，好吧？这是经过训练有素的素养才会有的这种稳重跟内敛啊！啊，那个准心，有准心没有用，你要稳重内敛，好不好？才有办法完全都命中。有没有看见？啊，然后开始累格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会累格呢？难道这个是想要增加我游戏体验的难度？啊，然后产生的累格模式吗？没关系，身为一个专业的玩家，这个对我来讲并不会非常的困难，好不好？我们这种专业的射击玩家呢，不管是面临到延迟啊，还是这个什么妈妈的 gank、女朋友的打扰，都能够顺利完美的打完一场比赛啊，所以说。想要学吗？我还不见得要教你咧，是吧？没有错的。你们看到这专业的姿势吗？有没有？我敢保证这一场100%命中率，没在跟你开玩笑，好不好？这我多年来的评估啊，100%命中率啊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下面。100%命中率，上面呢我不知道是什么啊，不要理他。来，我们继续89关，那还蛮快的。来了，僵尸来了，我好远哦。Triple kill， 溜溜，嘟嘟嘟，来呀来呀来呀，嘟嘟嘟嘟。其实我还蛮好奇，他们是戴什么面具？那是口罩还是面具啊？他们带那个东西啊，没子弹了。专业玩家不会因为这样子就惊慌着，好吗？我们很内敛的，内敛内敛内敛到不行，是不是？超级连杀哎、欸、啊，拜托。100%看见了没有？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100%啊！啊，再来再来再来！这是谁啊？什么神像？哦，一堆蜘蛛来了！吹爆 kill， 蜘蛛右边没有来，太棒了！噔噔噔噔噔，死呢！哎、欸，干什么？哦啊，不要 ！No！ 哦，我是故意给他咬的啦，只想让你们增加一些观看的刺激性，不然基本上我是不会被他咬到的。哦，这全部都是在节目效果。啊，你看又来竞技场了。啊，身为专业的 FPS 职业玩家，
这绝对会顾不了的啊！你看，这都这样冲过来了，我哪受得了啊？我哪受得了他这样冲过来啊？而且好像第一下打上面，第二下打下面，这样才有办法杀了他。可是他都会先敲我，完了死定了。到底打不打得到啊？啊，我死了，我死了。31000，下一把武器要600000哎、欸，来92关啊，没问题的。哎、欸，什么声音？哇，这下啊补一，啊我又那个了，他的动作好有趣啊、哦，哎、欸，哦，收银台的僵尸。攻击我还会有收银台打开的声音，叮叮，那么厉害，那么厉害。下一关93，啊，我就是觉得他这个场地还是优化做不好啊，有时候会累，有时候不会、欸，到底是怎样啊？死去，这边一只，远远的就先弄你一下，啊，不行，这只最快。奥布 ，no！ 啊，被打，攻击要钱的声音，叮叮，不要哦，唔贪哦，哥哥，唔贪哦，红心 A 不在我这里啊，你不要来找我啊，拜托，求你了。我说真的，红心 A 不在我这边，在观众那里，去找观众吧，不要找我。哦，好远哦，远远的就可以把它解决掉了，有没有？还好做这两只而已，听好蜘蛛的声音。快！打头比较有伤害、啊。来！Oh no! Oh yeah, baby! 蜘蛛，远远的点头，那个对到眼睛都快脱窗了，有没有？95关，噔噔噔，哦，好远好远，这么远还点得到头，我真天才啊！这么远都点得到，我真天才啊！哇，完了，死定了，把啦 ，Hello， 伤害还真高啊，这个伤害很厉害哦，来。还好吧，我的血量应该是撑得住啊。这种东西要100%通关，应该是说无伤通关，这是有点不太可能的事情啊。啊，无伤通关有点不太可能的事情。没关系。为什么飞那么远？这个是跳远高手吗？每一个都飞高高是怎样？啊！哇，这个是送分啊！速度快，但血很少，还蛮好笑的啊！来，97关。我们快要结束了，噔噔噔，哎、欸，又是你！不要再跟我收钱啦，我没有欠你任何钱啦，我没有欠你任何钱，可以不要再跟我收钱了吗？哦，不要，子弹太少不够啊，我要格林机关枪啊！
请你给我格林机关枪，谢谢。他被炸之后弹好远啊、哦，这个距离，这弹的有点远啊。然后98，我们终于要挑战最终 BOSS 了，再差两个关卡就 OK 了。哎呦！还好他们都不会乱跳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他们像老鼠一样那样子乱跳，左右左右左右的，真的很难打。还好他们都是直线往前冲，直线往前冲倒是没差、啊。结束。来，99关。我觉得待会 BOSS 应该出现在这个城市的正中央，也说不定。我觉得啦。点死你们！靠药被攻击了。到底是为什么我这么累格？哦，靠呗，越来越多了。去死吧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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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、yeah, ，结束了，终于。OK， 我们现在准备挑战最终 BOSS 啊，也不算最终啦，我们后面还有100关啊。你们100关还有什么？狙击，100关电锯 BOSS， 还有什么？哇，后面的关卡真的是越来越难了。没关系，我们今天打完这个 BOSS 就结束今天这一集吧。没问题，开始吧。哦，还有后面100关到底怎么过？哇，就是这一只吗？哇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这个，这家伙也太大只了吧！哦，你看，哦，丢石头。哇，这巨人啊、哦，巨人大哥啊、哦，大哥不要，大哥你这样子我很难打、啊。等一下，他躲在里面了，我看不到了，麻烦了，麻烦了！你这样丢石头，我打不到你啊！你要不要来破坏一下？你要不要来破坏一下？把这个前面这个大墙壁破坏一下，对不对？啊！去死吧你！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我们来看一下丢的动作好不好？欸，他会不会绕一圈过来，然后我就被烤死了？有没有这个可能？你们都说很难打，我倒觉得其实还好欸，就只要把他的石头给射下来就好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还可以接受啊，我觉得没有很难啊。他丢石头会有一个声音啊，好不好？点掉没事，16，这些打完应该就不会再生出来了吧？我没看他丢石头了，哎，他不丢石头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来了来了，哦，很会很会哦，剩下他一个人了，完了他直接走过来了，哎，他没有走过来，他在丢石头。干嘛啦？那么生气气啊？为什么要这么生气气呢？完了，他过来，他过来了！我有没有一招被他毙命啊？哈哈！来，林北手榴弹都准备好了，不行，距离有限。行呢、欸。我讲，我很厉害，我超强。哇，超屌的，手榴弹丢过去。哇，没伤害！哎，我死定了，我是要被压死了。啊 ！No！ 这么近是要干嘛 ？Oh my god！ 啊，死定了！不要踩我，我求你！哦，痛！还好他动作很慢。
他动作很慢，可以，我的血量够跟他耗了。好了，最后他就卡在这边卡条，有没有？我们就可以趁这个时候呢，打得这么慢的这个速度呢，用我们的速度取胜，赢他，大胜利。哦耶，结束了。我看这再给多少钱？哇，直接倒到我面前，一次给是123,000，有钱了，有钱了，太棒了，可以买这一把了。这一把是巫资吧，对不对？那没有，这把是冲锋枪。哇，终于买到这一把了，伤害5000起跳，这么厉害，太棒了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先玩到这里结束啦。我们终于把我们这第100关的 BOSS 打死了啊、哦，原来长这个样子。那么呢，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啦啊、哦！如果喜欢有朋友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或者下方留言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啊、行尸走肉死城再见啦，拜拜。